藏菩萨本愿经捐下，敲亮布施功德圆品第十。二十，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威神，从座而起，胡跪合掌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观业道众生，较量布施，有轻有重，有一生受福，有十生受福，有百生千寿大福利者，世是云何？唯愿世尊为我说之。二十，佛告地藏菩萨：吾今于刀立天宫一切中会，说言菩提，布施较量功德经重，汝当谛听，吾为汝说。地藏白佛言：我一世世愿乐欲闻。佛告地藏菩萨：南言菩提，有诸国王、宰辅大臣、大长者、大叉利、大婆罗门等，若欲最下贫穷，乃至聋残一哑、聋痴无目，如是种种不完具者，是大国王等欲布施时，若能驱大慈悲下心含笑，今手边布施，颇使人施软言微语，是国王等所获福利，如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力，何以故？原是国王等于是最贫谦卑，即不完具者，发大慈心，是故福利有如此报，百千生中常得积宝具足，何况衣食受用。夫兹低藏，若未来世有诸国王、是婆罗门等遇佛塔寺或佛形象，乃至菩萨声闻必知佛像，供自营办供养布施，是国王等当得三劫为地士身，受生妙乐，若能以此布施福利回向法界，是大国王等于十劫中常为大梵天王。夫兹地藏，若未来世有诸国王、至婆罗门等欲仙佛塔庙，或至金像毁坏婆罗，乃能发心修补，是国王等或自营办，或劝他人，乃至百千人等布施结缘，是国王等百千生中常为转轮王身，如是他人同布施者，百千生中常为小国王身，更能于塔庙前发回向心，如是国王乃其诸人尽成佛道，以此果报无量无边。复次，地藏，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，见诸老病其生产妇女，若一念间欲大慈心，布施医药饮食蜗苣，是令阿乐如是福利最不思议。一百劫中常为净居天主，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，
毕竟成佛永不多恶道，乃至百千生中而不闻苦声。复自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，能作如是布施，祸福无量，更能回向不温多少，必今成佛，何况是泛转轮之报。是故地藏普劝众生当如是学。复自地藏，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种少善根，毛发沙尘等许所受福利，不可为喻。复自地藏，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形象、菩萨形象、必知佛形象、转轮王形象，布施供养得无量福，常在人天收生妙乐，若能回向法界，世人福利不可为喻。复自地藏，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大乘经典，或听闻一偈一句，发音众心赞叹恭敬，布施供养，世人获大果报，无量无边。若能回向法界，即福不可为喻。复自地藏，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塔寺大乘经典，心者布施供养，参礼赞叹，恭敬合掌，若遇故者或毁坏者，修补盈礼，或独发心，或劝多人同共发心，如是等辈三十生中常为诸小国王，檀越之人常为轮王，还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。复自地藏，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所种善根，或布施供养，或修补塔寺，或穿礼经典，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，如是三世，但能回向法界，世人功德百千生中收商妙乐，如但回向自家眷属或自身利益，如是之果，其三生收乐，舍益得弯报。是故地藏布施因缘即是如是。哈哈哈，文三摩地梭哈。